三十五，35, 郑州粮食学院生物工程实验室。陈盼把石哥从坠落的吊灯下推了出去，自己却被砸断了右臂和三条肋骨，直到前几天才出院。在北京时，石哥常去医院看他，自从调到黄河工地，一直没见。昨天在电话里知道，陈盼将去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上任。 陈盼还记得，石哥有一个没来得及说出口的交易。这次他们约好在郑州见面。陈盼在郑州有一个实验室，石哥则安排了从开封到郑州河段的一次视察。昨天晚上，石哥睡得不太踏实，本想找出几件干净衣服换上，可在帐篷里住了一个月，每件衣服都不怎么样。 最终还是穿起平时这套工作服，更像视察而不是幽会。等见到陈盼，石哥又觉得这个选择可能不对，似乎有点卖弄的意味，像是故意要博得别人关心。陈盼的目光不时落在他的衣服上，流露出女人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同情。石哥只好转移注意，请陈盼带他参观实验室。 这是郑州粮食学院生物工程系的楼房房顶，用塑料薄膜整体覆盖成一座暖棚。外面刮着冷峭的北风，里面满棚的阳光暖融融，散发着潮湿的植物香气。各种蔬菜和庄稼绿油油的生长，结满果实。陈盼是这个学院的客座教师，也是这个实验室的主持人之一。这里没有土壤。 植物生长在一排排田垄般铺在楼顶的塑料管上，靠管中的营养液提供养料。这种无土种植并不新奇。有意思的是，这个实验室的目标。我们一直在想，陈盼穿一件墨绿色的短大衣，看上去挺拔新鲜，与周围的植物如出一体。中国缺少耕地，问题越来越严重。建筑是耕地的主要侵吞者。 而建筑的房顶却又在闲置，白白的浪费着阳光、空气和面积。粗略统计，全国仅城镇建筑顶部面积就有一百二十五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我们的实验目的不是在严冬季节如何给五星级饭店供应鲜菜，而是为了把这一百二十五万公顷的面积利用起来。 理论上，只要投资充分，在喜马拉雅山上也能种出西红柿。石哥说：“大鹏只剩下他们两个，刚才在一边笑着研究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都端着饭盒离开，午休时间到了。”我们的试验正是为了把投资减到最低，甚至低于土地，因为冬天不能中断实验，才用了太阳能采集器和塑料棚。对于未来的使用者。 这笔投资不必要，跟在土地上种植一样，完全随自然季节而定。北方一年种一季，南方种两季或三季。塑料管直接铺在房顶，没有无土种植暖棚里那些支架和多层结构，这使操作简便，也省去了许多附加设备。大规模生产会使塑料管的造价非常低廉。 五年左右更新一次，算起来比较相同面积的土地税贵不了太多。关键是营养液成本。以往营养液用化学方法配制，制作困难，成本高，对作物生长或多或少总有欠缺，甚至有副作用。我们主要在这方面取得成果，当然也许比不上喜马拉雅山上的西红柿，不过也值得你看一看。有兴趣吗？当然，当然。 师哥为刚才的失言赔笑脸，陈盼把他领到一台形状奇特的小型机器前。机器主体是几个大小不等的不锈钢罐，闪闪发亮，倒映出他俩变形的身影。几条管路连接发酵槽和太阳能热水器，几个简单的仪表，还有一些普通的杆件、皮带和手柄。我们用自然物质加工营养液，这是一个角膜器。 陈盼指着送料口，里面有交错的钢牙，像张开的嘴。除了石头，各种天然物质它都能吃，垃圾、草木、粪便、灰土、腐殖质、天然纤维，人类生活环境中到处都有的被当作废物甚至是灾害的东西，经过角膜送入发酵槽，用这种高效高速的催化剂，它从桌上的玻璃罐里粘出一个蚕豆大小的药丸 每槽一丸，经太阳能热水循环加温发酵两小时，就可以送进分离罐。分离出的液体便是天然成分的上等营养液。机器旁堆着黄瓜蔓，陈盼用叉子挑起一些放进角磨器的料斗。动力可以是电、柴油机，也可以用风力和水力。在没有外部动力的情况下，人力也可以。随着介绍。 陈盼先启动电动机，又操纵离合器，变成用竖在塑料棚上方的风车带动角磨器。我试试用人力。石哥握住摇柄，先摇角磨器。黄国曼轻易的被钢牙嚼光。又通过变速箱结合分离器分离转速，要求高，一个人摇稍感费劲，可以接上脚踏机构。 有单人的，也有多人合榻的，相应的附属设备我们一应俱全。陈盼颇为自豪的一一展示。假如动力用人力或自然力，而原料不必花钱，可想营养液的成本会有多低。一套设备制造的营养液，供得上多大面积的作物生长？师哥，停止咬手病。如果多几个发酵槽，供得上分离期满负荷工作。 保证三到四公顷没有问题。设备成本是多少？最贵的就是设备按现在的币值，一套怎么也得四百多万元。石哥沉吟了一会儿，脑子里闪过一系列数字：一百二十五万公顷需要三十五万七千套设备，批量生产成本可以降低一半，也需要七千两百亿元，加上两千亿元的塑料管、催化剂等。 再加推广费用，考虑不可预见因素和通货膨胀，还得两千亿元。一百二十五万公顷可产粮四十亿公斤，收支相抵，剩不下什么利润。但这些粮能使两千万人不知饿死，稳定流民，平衡国土资源。一个月前，他也许还会觉得值得干一场。那时他分管农业和环境保护，可现在他的职权只限于黄河改道。 这么大的中国，无论什么想法都能在统计中弄出鼓舞人的数字。时哥收住被激发起来的想象，用一种老于世故的口气说：“十三亿人，一人呼一口气，就能从中提炼出多少吨碳来？问题在于，反过来也一样，一人吸一口气，若干吨氧元素也就没了。推广这种技术，牵扯面很大。” 如许多房顶可能要改造加固，花费巨大；城市用水量会增加许多，难以承受；垃圾处理要用新方式，不是下楼，而是上楼，还得挑出塑料、金属、玻璃等无法角磨发酵的东西，再处理渣子。石哥觉得自己颇虚伪，搬弄一些似是而非的空洞道理，这些理由都成立，却不是根本。 看到陈盼显出失望的神色，师哥把话停在半截儿，想摸一下陈盼的头发，告诉陈盼他心里总盼着能帮助他，但他只是叹息一声，停止了罗列理由。坦白地说，这是个好想法，只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即使有，此刻也不是能实现你的善良目的的时候。推广这种技术需要时间，中国却已经没有时间。 还需要秩序与稳定，中国却是正在不可挽回地失去秩序与稳定。即使一百二十五万公顷房顶全部利用上，也只能多提供百分之一的农作物。中国现在的缺口是百分之五十，马上还要成倍地放大。在这种差距面前，耗费巨大力量搞百分之一有什么意义呢？中国需要的是奇迹，如果根本不能指望奇迹出现。 就只有把仅剩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付最后那个时刻上了。陈盼扬起眼睛，崩溃。石哥点头，相遇的目光传来颤栗的波动。陈盼打开发酵槽阀,阀门，让风车带动分离机活动时，右臂还有点不太灵活。我把这套设备搬到梵净山去，他说：“好主意。”石哥帮助他把黄瓜蔓全装进料斗。 除了带着这个，还得带着我的交易。我以为你早忘了呢。我像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吗？看外表，你倒不像奸商。你知道刚才人们怎么告诉我你来了的？陈盼的两道眉毛笑得扬起来。人家说一个乡下大叔来找你，乡下无所谓，叫大叔就行。 师哥想起进门时那姑娘打量他的神态，他那时故意用山西话向他打听陈盼：“我给你做一顿我们的新鲜菜，你正好洗个澡。今天的太阳能热水好极了，我顺便把你的衣服洗出来。洗衣机有干燥功能，保你洗完澡能换上干衣服。”陈盼把所有能推脱的方向都堵死了，他猜得出，他不会痛痛快快的。师哥说：“还没做交易呢。” 不能耽误时间。煤气灶在浴室旁边，你尽管讨价还价，我都听得见。石哥何尝不想洗个澡？好久没沾热水了。工地上三千万民工连取暖的燃料都没有，他因此不允许手下人给他烧水洗澡。当他躺在充满太阳热量的水里，舒服的感觉使他颤抖。浴室是用厚塑料膜在暖棚一角隔出来的。 中午的太阳模模糊糊的在头顶上亮成一团，洗衣机柔和的旋转，锅碗瓢盆在隔壁碰出好听的声音。他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家，曾在孤寂的梦中反复出现。他闭上眼睛，把这景象深深的记住。他知道人生到最后只能剩下不多的几个景象，其他的都如烟一样的飘散。谈你的逐级地选制吧。 陈盼的声音近在咫尺，他俩之间只隔着一道塑料膜，隐约的轮廓和色彩看上去伸手可及，使师哥不禁为裸体心虚。这样谈交易确实先输一筹。我记得我在绿展只谈到交易，没有来得及谈交易内容，是没谈。但我说的对不对？陈盼切菜的节奏快捷熟练，不错，你的领悟力令我有信心。 看绿展时，我有一个感觉：绿色哲学出类拔萃，绿色政治却相当软弱。你们的绿色世界靠什么实现和保障？这连你们自己都说不清。研究、呼吁、建议、动员、教育，也就是你们目前所做的一切的，属于软性手段，只寄希望于人类脆弱而不可信的觉悟和自觉。 而传统的硬性结构，你们自己也清楚，无论东方专制型还是西方民主型，都只能在英雄目的或讨好选民的压力下，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与绿色背道而驰，不可能为你们借用。那么，绿色哲学自身的实实在在的保证环节是什么呢？你们找不到这个环节，一切努力就全是虚的。 我研究逐级地选制不是出于绿色目的，但天意似乎让我给你们提供补充。逐级地选制是唯一能为绿色未来提供保障的社会制度，所以名曰交易，实际上是对你们的贡献。狡猾的商人总是把自己说成为了别人。陈盼在外面笑了，你怎么让我相信？证明这一点涉及许多方面，我只谈最直接的一点。 你们一直埋怨群众不会自觉放弃对物质消费的无限追求，也不能切身认识宏观和长远的危机，更不肯做出牺牲，这是实现绿色理想的最大障碍。西方民主制是由群众直接选举社会领导人，当选者怎么敢又怎么能跟群众背道而驰呢？不能责怪西方政治家把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放在选票上，根本的错误在于选举范围过大，使个体选民的局限在大范围里综合成总体的局限。而逐级地选制把选举分成层次，既能保证社会意志逐层集中，又能由层次的划分阻隔局限与偏见的制约。层次越高，选举者和当选者的试点也越高，知识水平和专业修养越完备，获取信息越全面。 把他们和群众的直接压力隔离开的缓冲层次也愈多，这就使他们有了从人类的总体命运出发领导社会的可能，迎合群众的局限与偏见。 既无必要，也不被直接下局允许，因为不管眼前对群众有什么好处，愚蠢的消费狂最终会使人类与自然同归于尽，从根本上损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利益。可以说，人类的整体理性化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结构，才能真正成为现实。陈盼说：“就每个具体命题，你说的都有道理。” 在医院，我反复看了《百字宪法》和详细，在细节上几乎没有什么能反驳你，但总是去不掉一种总体的怀疑：逐级地选制只是一种选举方法，复杂万千的人类社会怎么可能由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变化就彻底改变呢？似乎太过于神奇了。师哥说，当代世界的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截然不同，两个社会的区别产生于哪里呢？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吗？民主社会实行竞选式的选举，而专制社会的选举是受操纵的，如此而已。怎么能说程序不神奇呢？民主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要实现这个概念，必须依靠某种非常具体的制度和程序。 以往中国的群众运动把民主的大概念喊得震天，缺的就是细致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此要么处于有民无主的决策零状态，要么变成只有自己民主不许别人民主的多数专制，最后无一例外的让位给主，由少数几个主来主民。为什么深入人心的民主这么没有力量？ 而孤家寡人的专制却总是胜利呢？除了其他原因，最重要的就在于民主没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而专制的制度和程序却是那么的根深蒂固，成为习惯。相反，正是由于确立了一种竞选制，专制在西方社会就很难重新上台。 那么，逐级地选制揭示了以往一切选举都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是虚假选举。它作为一个真实选举的程序确立起来，为什么不会引起更神奇的变化呢？应当说，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你应当超越心理障碍，相信理性判断。就像水加温到九十九度，再提高一度就有质变一样。 人类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完了前面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只要一个完美的选举只出现，就会在最后的一步跨进一个全新的社会。是终极吗？陈盼调侃，葱花吱啦啦的放进油锅，一股香味飘进来，完全两回事。这又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障碍。逐级地选制本身不是未来，而是获得未来的一种手段。 人类以往是靠诗化的描述理想未来，激励自己前进的。然而，理想一旦变成现实，就必然或迟或早走,走向没落与反动。难道发展没有终极，就意味着人类注定要永远不断的失望、落后、犯错误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往复循环吗？逐级地选制是要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 解脱出来，它不是任何一个目的地，而是无止境前进道路上的一辆好车，准确无误的自动驾驶，载着人类一站一站的走下去。社会不会再被司机的专横、疲劳或醉酒不时摔下山崖，让全体乘客死伤过半、鼻青脸肿，再从头造车。未来具体是什么？那不是车子的任务。然而，有了这辆车，未来不言自明。 不必救世主、思想家喋喋不休的争论，只要稳坐在车上，就会一站一站的自动驶下去，不再受阻，不再迷途，人类会永远走在最正确的路上。审判说：“我看你也够诗化的了，而且是个头号大诗人。”诗哥说：“我原来只想怎么造这辆车和如何让人类上车，不为它起步后往哪儿走操心。和你们接触后。” 却使我自觉不自觉地看到未来，这辆车自动驶向的下一站，非绿色世界莫属。陈盼在外面欢快地笑了，伴着炒菜的清脆的声音。你又变成头号巫师了，不过冲你这份恭维，我也无法不接受你的交易了。好，就要你这句话。石哥说的是实话。 在这个充满混乱和绝望的世界上，那团绿色，无论他们的哲学、行动，还是他们的出类拔萃和崭新风格，都在他迷茫的心里投下了一束瑰丽的光芒。而陈盼总是从那团绿色中脱颖而出，呈现为一个凝聚的象征。竹基地选制在那束绿色的光芒下，显得充满无限生机。 他离开了这个话题。平时他抓紧每一分钟，今天却只想躺在热水里昏昏欲睡地扯点闲话。很久没体会到这种轻松，灵魂在头顶的太阳和蒸汽间飞翔。家的感觉越来越弥漫，妻子的形象也在蒸汽中出来，和陈盼合为一体。他闻着味精，猜测陈盼炒的每一道菜，或输或赢，都在引起两人交融在一起的欢笑。 直到闻到干衣服的味道，他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浴盆。放着天平和仪器的工作台上铺上了两张干净的报纸，上面已经放好五盘颜色鲜艳的炒菜，新鲜的好像是从盘子里长出来的，还有冬瓜汤，等一会儿才好。陈盼腰里围着炒菜围裙，正在工作台的另一侧摆弄胶水，全身舒服极了。 石哥觉得空气里全是阳光的味道，穿上干净衣服，自我感觉神气多了。你要干什么？给我的小宝补裤子。一个瘪的充气娃娃摊在他面前，腿部展平。陈盼正要用胶水往膝盖漏气处粘补丁，这样可不行。石哥挡住他，胶水会从漏洞渗进去，把里面的夹层粘到一起，你这小宝一条腿就残废了。 陈盼突然醒悟过来，吓得两手捂住眼睛。我真该死，吹足气再粘就不怕了。吹气孔在娃娃头顶斜扣的小贝雷帽上。师哥运足气，每吹一口，娃娃就神气的叫一声，直到娃娃吹鼓了。陈盼还为刚才的后怕，不敢动手粘。你帮我粘吧，我的手抖。娃娃的材料只是一层塑料膜，城里早就见不到这种廉价玩具了。 娃娃二尺多高，是个小男孩，撅着嘴，斜瞪眼，淘气的坏模样画得很生动。两只小胳膊做出打架姿势，放在胸前，穿着背带式的红喇叭裤，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补丁是陈盼用黄塑料薄膜剪成的一只小狗。石哥笨手笨脚的涂匀胶水，别沾颠倒了。陈盼叮咛在一旁监视。孔很小。 听得见漏气声，石哥的眼睛怎么瞪也看不准位置，最终还是不得不从乡下大叔的手提包里把花镜找出来。人家都说眼睛越好的人花眼越早，他讷讷的自我解嘲。陈盼笑眯眯地端详他，挺有魅力。他说不出话。 在陈盼的持续端详下，更显得窘迫。陈盼在他和娃娃之间来回扫视，眼光里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意。小狗粘上去，裤子不但看不出补丁，比原来更显得漂亮。另一条腿是不是也得粘？干什么？陈盼抱起娃娃，对称，别犯土了，那是清朝的美学观念。陈盼亲娃娃。 又打闹似的抓娃娃腰眼和腋下，娃娃在他手里如有生命一般的欢蹦乱跳，吱吱叫着，就像笑着喘不上气，那股亲昵劲儿完全像亲生儿子，而不是个玩具。这就是你跟伊万说的小弟弟吧？怎么不配给你的伊万当小弟弟？他抱住娃娃，警惕地看着他。娃娃撇嘴斜视，完全和他妈站在一边。师哥仰面笑起来。 那次，陈盼对伊万说，他有小弟弟，一直使他念念不忘。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拐弯抹角地搞了番调查，任何正式记录上都没有踪影。可谁知道呢？也许叫欧阳中华藏在哪儿了？突然证实眼前这个就是小弟弟，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愉快。怎么会？伊万一定会喜欢他的小弟弟。陈盼舒展了眉头。 宝弟，别瞪他了，他喜欢你，亲亲他吧。他把娃娃伸到他脸前，石哥让那滑溜溜的塑料吱吱叫着亲了一口，有点不好意思。他叫石哥，他没小弟弟，所以你跟着伊万叫他哥，介绍你自己的名儿，说我叫莎莎。陈盼捏着娃娃叫出的声音听着还真像，他顺势把莎莎塞进石哥怀里，去看冬瓜汤。让我们看看你妈种的是什么。 石哥对莎莎说：“刚从浴室出来，他就注意到工作台后面靠着塑料棚墙根长着一排从未见过的怪东西。看形状，大概算得上是一种瓜菜，没有藤蔓，连叶子也没有，光秃秃的，又圆又胖，难看之极，像是一种特殊的肿瘤，直接从铺在地上的塑料管中长出。全暖棚一共只有一行，排列得很奇特。第一个只是个瓜钮。” 第二个有拳头大，往下依次逐个变大，颜色也由白变绿再变红。到第二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看上去至少有十五六公斤，已经开始干缩。透过熟透的裂缝，能看到中心有一小团白膜包着的瓜子儿。开饭了，陈盼端上热气腾腾的冬瓜汤。这是什么？师哥问。陈盼瞄了一眼，做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些丑东西成了我们的包袱。开始是因为块茎植物不能用塑料管栽培，我们想试着让马铃薯长到管外，做了不少基因组合、嫁接和杂交，最后用角瓜、南瓜、马铃薯合成了这个家伙，我们叫它“薯瓜”。 作物非食用部分的茎叶浪费大部分养料，一直是我们这帮人想解决的问题。尤其对无土栽培，好不容易弄出来的营养液，大部分供到无用部位，更是浪费。曙瓜很适于进行这种改造，随着多余的茎叶逐步被减少。 我们发现它的成熟期也越来越短，这启发我们又沿着缩短成熟期的方向做品种改进，一直弄成现在这样子。最小的那个是今天凌晨下的种，最后一个是二十天前种的，生长高峰期一天能长一公斤半，所有的设想都实现了，可就是不好吃。那一阵儿实验室满天满地都堆着这家伙，送谁谁不要，全做了营养液。 保留一行继续种下去，只是舍不得让我们的努力前功尽弃。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免费赠送你几个。陈盼盛出米饭，尝尝我的手艺吧。师哥问：“营养分析怎么样？相当不错。淀粉和蛋白质含量比马铃薯稍低，但维生素、氨基酸和烟酸比马铃薯高，而且好消化。有没有不利于人体的成分？” 当然没有，就是有怪味儿，连猪都不吃。你是想改行搞农业怎么的？菜都快凉了。我想先尝尝你的曙光。陈盼做的菜油汪汪的，散发着香气。石哥的胃早已在贪婪的蠕动，但他担心美味会影响品尝曙光，尤其应当保持饥饿感，才有利于判断曙光的价值。你想怎么吃？陈盼猜出了他的意图，先吃生的。 再吃点煮的，然后是烤的，再加上佐料，来点炒的，怎么样？看来我这顿饭要白做了，是不是？接着再红烧、清炖、油炸。果然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似马铃薯的辣味又像角瓜的涩味也有点南瓜放坏了的臭味在嘴里咀嚼，连鼻腔都感受到那股怪味的刺激，咬起来像肉皮，又像塑料。 煮了以后却又黏又滑，无论加盐、加糖还是其他佐料，那股怪味都去不掉。烤过以后口感似乎好了一些，但无论怎么往美好之处想，这玩意儿给人的感觉也离食物十万八千里，纯粹是一种怪诞的固体。意志稍弱一点的人吃进去就会呕吐。师哥极细致的品尝，从最老的吃到最嫩的，把那排薯瓜吃了个遍。 连里面的籽儿也像嗑瓜子一样放进嘴里嚼一嚼，籽儿的怪味大十倍，他还是嚼到底，咽下去，一直陈盼在旁边看着发呆。看你吃的样子，我都馋了。我比猪强吧？师哥强忍住恶心，做出轻松笑容，问一个问题：一个要饿死的人，光吃这玩意儿能不能活下去？如果他吃的话，能活得很健康。 在死亡和难吃之间，人选择哪个？师哥问。当然，如果他眼前只有这个，师哥说，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和蔬菜，谁也不会吃它，甚至只够半饱，人们也宁肯不吃它。可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在全国十三亿人口面前，只有颗粒无收的田野和空荡荡的谷仓呢？陈盼专心地看着他，没说话。 再问一个问题：这暑瓜的单位产量是多少？每公斤一万五到两万公斤，是粮食单产的六倍左右。按当量计算，相当于二倍粮食。但生长期只有二十天，是粮食生长期的五分之一。这一来，它等于粮食单产的十倍。陈盼，你知道你们的发明有什么意义吗？石哥的眼睛像火一样燃烧，不能说它是划时代的发明。 因为我们祈祷着那个时代千万别来，但有了它，至少能在最后那个没顶的关头，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到一只拯救的手。它简直是上帝之手啊！陈盼，我从未指望奇迹出现，可也许奇迹就被你创造出来了。我没这么想过，陈盼喃喃地说。师哥起身，从暖棚这头走到那头，一趟又一趟。 锁着眉头，长时间一言不发，眼光似盯着冥冥中的虚无。他的影子随着走动，在植物上跳跃。陈盼的眼光追随着他，他最终走回工作台，掰了一块暑瓜扔进嘴里，再次咀嚼品味。樊敬山，你先别去了。 我需要你和你的实验室全班人马停止其他实验，马上全力以赴投入批量生产鼠瓜种子和营养液催化剂，尤其要把全套设备的制造搞起来。眼下我不能给你很多钱，超不过一百亿，只够生产几千套设备。 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起一个企业集团，培养出规模生产能力，一旦需要，就能紧急动员起来，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最大数量的设备和各项产品。也许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我不问你同意不同意，只有你承担得起来。我不能给你任何职务，以你实验室的名义活动，而且对资金来源要绝对保密。 黄河改造工程一共只拨款一千亿，光是给三千多万流民每人发一把铁锹，就挖掉了二百五十亿。再加上土筐、扁担、简易帐篷和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现在全部资金只剩下不到两百亿元。要在这里私自拨出一百亿，虽然他是副总理，也是犯了天大的法。可是眼下只有这笔资金，他能支配。 黄河改道虽然是子孙万代的大业，若是这代人注定灭绝，也就谈不上万代。那时黄河涨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是这么想，做起来却等于是压住。一旦中国没到那一天，或是那一天来的晚一点，他就把自己整个输进去了。他很明白这一点。当陈盼问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办时，他仅回答：“放着，只能放着。” 只要中国还有一口气维持下去，那就是一堆一百亿元的废物。制造这个浪费的人不够枪毙，也得判无期徒刑。何况他本来就是个要被拔掉的刺儿呢？然而他意识到自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了。当一次副总理，他还没做任何一件非他不能做的事儿，包括这个黄河改造工程，谁挂帅也都是这么干。 他已经不指望再把官做得更大，连这个副总理也就是几天的事儿了。如果再不敢进行这个浪费，他就白当了一次副总理。他不在乎坐牢，死也没什么可怕。能为中国做点最后的准备，什么都值了。中国没落到那一步，这点浪费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到了那一步，那就算是他最终的奉献。在他的心里，那一天是命中注定的结束。 不可逃脱，那个大的无声无息，却又地动山摇，已经走到近在咫尺的眼前了。